养那么多鸭的。我神神秘秘潜入的这个地方是您不常有机会看见的北京烤鸭鸭坯加工车间。这种肥大的鸭子品种只能用作一种美食，就是烤鸭。制作一个成品鸭坯，工人师傅要完成大大小小几十道工序，其中最好玩的要数这一步。您看，给鸭子充气。为什么要给它充气呢？为了让它骨肉分离，让它打得更饱满。我试试行吗？好，先这样，然后抓住它脖子，从食管这儿塞进去，是吧？就可以了。这是花纹。啊，我们轻先，再小一点。小一点。啊。啊，这抛起来了。我的鸭子这样胡辣一下，这皮就松了。你这样拧一下是吧？胡辣一下。哦。行了。可以了，然后关掉。关掉。啊，这就可以了是吧？好嘞。充完气之后的鸭子呢，它就骨肉分离了，然后我们烤制的时候就更加方便了，是不是？对对对，看着外观也好看。又好看又方便烤。充完气的鸭子圆圆鼓鼓，瞬间有了餐厅里常见的卖相。不过单是长得好看肯定不行，接下来进入最重要的一步，晾坯。鸭子烤得够不够酥脆，还要看鸭坯晾得透不透。那咱们这里头大概有多少只鸭子您知道吗？4000只。四千只啊，那么它在里头这样要转多久呢？2小时。两个小时就可以了哈。身边制作车间的主任告诉我，这里每月要生产20多万只鸭子，供应给多地的烤鸭店。就北京每个月，您猜猜能吃掉多少只？您放开胆子猜也不一定能猜到，要吃掉约14.5万只烤鸭。要说这大家伙对北京烤鸭真是格外喜爱。接下来晾好的鸭坯经过冷冻之后就可以装箱出货。这个呢就是整个制作的最后一个流程了，就是装箱。我现在呢一箱里面是装4只是吧？对。好，装完之后呢，我们整个这些鸭子呀就可以拿到烤鸭店去烤了。历史上北京人就酷爱吃烤鸭，如今北京烤鸭已经成为了北京菜的代表，几乎所有来到北京的人们也一定要品尝这种特别的口味。大多数烤鸭采用挂炉的烤制方式，使烤鸭的口感更为酥脆，肥而不腻。据说一个成熟的烤鸭师傅得练上好几年的时间才能上手。相传北京烤鸭最早出现于明朝时期，早先一直被叫做烧鸭，北京人习惯进烤鸭店叫上一只大烧鸭子。至于这种做法的由来就更久远，早在1400多年前，贾思勰所著《农书·齐民要术》中就有一种关于制鸭做法的具体描述，有点类似于烤鸭的前身。一只鸭子挂在炉中烘烤，还要反复旋转，一直将鸭子烤到颜色枣红、表皮酥脆、汁香四溢为止。烤鸭出炉之后还有一道非常重要的工序，就是片鸭子，这就可以上桌片了。是不是这个片鸭子的时候一定要趁热是吧？我看您特别着急的，你看这儿还冒着热气儿呢。哇，你看这个汤汁儿都已经流出来了，而且在这儿就有一种烤鸭独特的香气就出来了，你知道吗？不同于其他任何一种肉食。厨师将枣红色的鸭子展现在你面前，再当着你的面将它一片一片地片下来摆在盘中。那熟练的刀法，皮肉大小匀称，分别摊开，无疑是一次视觉感官的享受，还没吃到就已经陶醉了。你下面让我来试试呗，可以吗？您说这个会特别烫哈，我感受一下，我只戴了3层的手套，但是哎，应该可以吧，它毕竟已经晾了一会儿。是这样横着吗？还是立着？稍微行一点。就是这样是吧？这样片叫这个厚度可以吗？有点厚。哦，有点厚了哈。那个，哇，真的跟您的比真的太厚了，刀工不行啊！再来试一片，薄一点，这可以吗？对。好。哎呀，这个其实你用刀在这儿划的时候，你就能感觉到
它这个鸭子的肉是特别的嫩。为了保证入口的温度，鸭子要在5分钟之内被片成90片左右。只有皮的、连皮带肉的、皮多肉少的、肉多皮少的，还有不同规格的讲究。我还是来体验我最擅长的吃，结果没想到连这一项技巧我也露怯了。3到4片肉哈比较合适，蘸一点酱，然后涂匀了，再来2片哈。好，对，啊，是包成这么小的，所以这个大小是正好适合嘴的大小的，是吧？就一口下去就可以了。谢谢谢谢谢谢。你看，其实吃个烤鸭还真的是挺讲究的哈。来，我来咬一口啊，包满了黄瓜，还有我们的烤鸭，还有葱，还有酱，都齐活了哈。嗯。当鸭皮中的油脂带着葱酱组合的味道溢满口腔，醇香的滋味立刻包裹住味蕾，这种香腻的感觉瞬间在口腔内引燃，接踵而至的就是咀嚼鸭肉带来的嫩滑口感。就是这个味儿，这就是最地道的北京烤鸭的味道，它现在呢已经成为了北京的一张文化名片。北京人在烤炉内找到了属于鸭子的独特魅力，烤鸭的外皮酥脆，内层鲜嫩多汁，还飘逸着果木炭烤的清香，再配上荷叶饼、葱、酱汁，可以说更让人回味不尽。而在湖南省宁乡市，人们利用当地的温泉水，成就了另一种别具一格的鸭肉美味。罗大哥，哎呀，您好，我这大老远都听到那个鸭子的叫声了。哇，他们现在这个大冬天也在下边游泳是吗？鸭子嘛，啊，都是不怕寒冷的。它不怕寒冷的哈。对，在这个河上看它一群哈，这样有点打着圈的游来游去，特别漂亮哈。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当地特色的灰汤鸭。这叫灰汤鸭。啊，对。罗玉林是当地的养鸭大王。被老乡们戏称为鸭司令。他告诉我，灰汤鸭的灰汤二字就来自于温泉的名字。宁乡的灰汤温泉，泉水清澈见底，并且富含多种微量元素，素有天然药泉之称。这些从小喝着温泉水长大的灰汤鸭，口味和营养又会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我早已经跃跃欲试，想和这些可爱的小鸭子近距离接触。身边喂鸭子的大哥心领神会，一把玉米撒下去，一群灰汤鸭马上蜂拥而至。哎，大哥，来来来，趁他们来吃食的时候，他们才会过来是吧？一般都不可能。对对对，要不要你抓一只？现在就能抓哈。对。啊，对，摘着摘着，哎，别跑。别跑！哎呀，好可爱呀！就是，你看，头一回觉得，你知道吗？以前抓鸭我都是费半天劲儿，但是今天毫不费吹灰之力啊！它体型本身就比较瘦，它长到2斤半的话，你再怎么喂，它也不会长了。真的？哎呦，太羡慕了！就是你长到2斤半之后就可以狂吃了，是吗？真的是，这就是鸭子里头最不愁减肥的一种了，是吗？罗大哥告诉我，虽然这些鸭子长到2斤半之后分量就不会再增加，但他却坚持再喂它们半年，这样肉质会更加紧致。罗大哥的父亲是一位兽医，在多年的工作中总结出一套独到的养鸭经验。有了这些经验，加上用心与坚持，罗大哥不仅培育出正宗的灰汤鸭，还带领当地很多老乡一起养殖，共同致富。于是山脚下这一片丰润的水土也成就了孕育希望的生态乐园。方便的话邀请你到我们那边去品尝一下这个鸭子。方便方便，太方便了。我就是为这来的吗？好的好的。那咱们就带着这两只走吧，走。
听罗大哥说，灰汤鸭在当地还有一个俗名叫汤鸭，就是因为这种鸭子味道鲜美，没有腥味，所以特别适合清炖煮汤。由于灰汤鸭肉质紧致，所以要在高压锅里炖上足足40分钟，鸭肉软烂不散，汤色油亮金黄的清炖灰汤鸭才算做好，这需要耐心等待。但罗大哥现在要给我做的好口味，不用等那么久，马上就能吃到。把鸭子放在里面炒一，对对对。这要炒到什么程度呢？先要把它炒香。那个颜色啊，把那个红色啊，全部炒的去掉。哦，这香味慢慢出来了，已经。尤其是它跟猪油一炒哈，香味就很特别。大哥，你看现在这个鸭子啊，这个鸭肉已经炒到这个表面是那种焦黄的状态了啊，看起来特别的诱人哈。热油迅速裹住食物的表面，以达到外焦里嫩的口感。而当地人习惯用猪油来炒制，不仅可以给瘦肉型的灰汤鸭肉增添油脂，更让鸭肉的鲜与猪油的香叠加到一起，迸发出更为厚重的味道。湖南人的口味永远离不开香辣，接下来就要营造热辣的气氛了。然后就把这个红辣椒啊，红辣椒啊，对，就是喜庆嘛，对，红色的辣椒。这个辣椒会很辣吗？有一点点辣，有一点点辣哦。对，哇，好，最后再加这个青辣椒。哇，我现在这个鼻子里已经有反应了啊，直接就是觉得整个鼻腔都打通了，哇，又红又绿的绝代双骄。一道菜只用一种辣椒，当然无法满足湖南人对辣椒的热爱。绿色的青辣椒迸发出清新鲜爽的椒香，而红色的朝天椒又渲染出纯粹浓烈的刺激。这一对珠联璧合的最佳拍档在锅中翻滚跳跃，激发出鸭肉香浓的味道，这让站在一边的我实在是难以抗拒啊。刚刚出锅，你看这个饭的量哈，然后大哥，我能先尝一口吗？可以，可以，筷子都准备好了哈。这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肉，但是一定很香，对不对？我尝一口啊。哎呀，真的就是那种特别有滋味，干香干香的，尤其是就是这样炒之后，它那个鸭肉是那种干干的，但是呢，所有的味道都聚集在里头了，对不对？对对对，特别香，好口味。好口味，对，好口味，真的只有这三个字才能来形容这个爆炒的鸭子哈，叫好口味，对不对？对对，好口味。这一块炒制后的鸭肉让我立刻感受到地道的湖南口味，香和辣充斥着唇舌与口腔，鸭肉外皮干酥，肉质爽脆，虽有辛辣包裹，但也难掩鲜香的本味。美味的灰汤鸭已经让我胃口大开，而一旁的罗大哥又给了我一个惊喜。大哥，那这个是咸鸭蛋吗？那你打开来看一下吧。哇，怎么是这种颜色？我看一下。哇，这个蛋的颜值太高了，你看到没有？真是晶莹剔透的，特别漂亮。剥开鸭蛋灰色的外壳，里面竟然是一片通透的金黄。蛋清晶莹剔透，蛋黄娇艳欲滴，整颗蛋如精心打磨的工艺品一般美润，这大概是我见过的颜值最高的鸭蛋了。罗大哥告诉我，这其实是一颗松花鸭蛋。我来期不期待，一二三，哇，哎呀，大哥，哇，你中奖了，这个就是我们皮蛋最有特色的，这叫溏心皮蛋。溏心皮蛋啊，对，就是外表的话、已经凝固 了, 凝固了，对，中间的话就是那个饴糖一样的。哎呀，真的是哦，好美这个，而且这个口感吃起来肯定也是特别棒的哈。对对对对，哎，你别说，什么都没放，味道还不错吧？觉得已经很有味道了哈。对对对，哇，尤其是这种溏心的这种口感啊，觉得都把你的嘴都呼住了。听罗大哥说，用中药和保健食品来腌制松花蛋是当地一种古老的美食技法。当归、肉苁蓉、枸杞、首乌，将这些功效各异的配方加水煮沸成药汤，再倒入生石灰中搅拌沉淀，最后用上层的金汤来浸泡鸭蛋，腌制一个半月才能大功告成。
吃的时候要加入醋和剁椒来凉拌。醋中和了皮蛋中的碱性和微苦的味道，而湖南人喜欢的剁椒则瞬间唤醒了鸭蛋的鲜香。灰汤鸭带给宁乡人健康与美味，更在团聚时刻增添了多种多样的好口味。虽然是熬了那么久啊，但是它一点都不会觉得柴，烂烂的，然后呢很好嚼，我觉得老年人应该都可以吃得动这个，对不对？对对对、嗯、我们这些这个爷爷奶奶，这是我们村的这些长寿的老人、嗯、哎呀，你们都看起来精神头特别好，身体还都挺好哈、啊、还可以啊。灰汤鸭的美味让我欲罢不能，而身边的这几位长寿老人也让我感慨，人生最幸福的事莫过于一家人团聚在一起，享用家乡最美的味道。灰汤温泉带来了健康优质的食材，这里的人们又用自己勤劳的双手赋予这片土地浓浓的人情味。别出心裁的饲养方式让宁乡灰汤鸭兼具美味与营养，成为鸭肉美食中独树一帜的存在。而安徽省庐江县的人们却把心思放在烹饪方式上，打造出一锅能连喝8天的鲜美汤汁。